是我们的新歌啊、哦，对，不敢讲，不敢讲，就是这首歌是我们新歌，然后哇，真的不敢讲哎，我唱成这样吗？对，这首歌因为我们有参加一个音乐公司的培训计划，这样，对，原住民音乐，可以，哇塞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，对，就是我们去年的时候有比那个政大金选奖，嗯，对，然后有拿到。不错的名次，最佳作曲奖这样，然后就被网罗这样，就是一间音乐公司。喜欢音乐有没有听过？没有嘛吼。那江蕙的公司有没有听过？啊，江蕙就听过了嘛。对，就是江蕙的经纪人的公司这样，陈子鸿的公司。然后我们就进去那个计划，然后这首歌是我们把它录起来，然后八月底的时候会发一个那个合集，就是跟我们的学员一起发一个合集这样。然后九月中的时候，在 Legacy 也会有大型的演唱会。嗯，对，对，嗯，对，不会讲话哦。希望大家来那个支持支持。你要不要跟大家拜个晚年？对，跟大家拜晚年。因为他比较不常说话，然后前阵子比较多演出都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。嗯。轮到他讲话的时候，他先跟大家拜个年这样。就对，我一直在尽力的在训练他讲话，可是你知道七年来始终如一，始终如一，真的是你很专情。好了，我们唱歌了。好。